Hello， 我们来到鼎宝，然后买这边有一家聚光香香鸡，然后这边我们上次那个卤肉饭在这边 ，OK， 好不好吃哦？有的吃就好了，还 OK 啦。刚才有人问我好不好吃，我说还可以。嗯，它是鱿鱼，嗯，不是沙丁，对啊，嗯。然后是跟你讲过，嗯，为什么？嗯，你去把那个就是，嗯，你发呆哦。对啊。你想要直接你去吧。嗯。对啊。那边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就是吃个方便，真的。嗯。你要够跟名店比，但是跟不上啊。哎呦，方便啊。这边毕竟是鼎宝。毕竟是顶宝，对吧？方便就好。不错啦。还可以。你们没有去过某一间哦？反正我不是去金城哦，那个档。嗯。我是地方啊。那这边毕竟不是金城啊。金城不是每间都好吃，好不好？对。我那天就踩到某一间的人，要讲了。对啊。不要讲。我没有让你知道。嗯。方便就好了。OK 啊，那、啊、这个量还可以的、啊，不会说很少。嗯，这个就是，嗯，量不算少。卖炸鸡的量很少。卖炸鸡住户的，你看还是很效果出色啊，是吧？好，就一个量不，嗯，嗯，对啊，没什么。嗯，啊，那结束啊 ，OK。嗯，拜拜，再见。拜拜。